迎请者，迎请和尚升座主法，祝成顶礼和尚参拜。祈请东方慈国天王，祈请南方真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中国香港大屿山上主师长土地山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续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脱归弥陀净土，故无方净宗学会四众弟子宁定于2012年4月4日在中国香港大屿山香港国际机场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清明祭祖祈福消灾30系念法会，预计2012年4月7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敬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四悟道，另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
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灵，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香港境海域诸神奇须诸圣众，香港境山神土地神诸侯神，香港境菏泽江神须诸圣众，香港境所有庙宇列圣尊神，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福迪一切镇王水族，四海龙王中尊西诸圣众，十方法界烟灰软动清慧众生，十方刹土围城法界一切众生，还请本方土地菩萨以与成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二道七七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2012年4月4日，是故道何时禀奏？大众面对面，转身向上拜，起问讯，大众面对面，
Thank you.
Thank you.
地步，悲赤红身，普遍石花，名扬弥格。今蒙斋主香港净宗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惯性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佛清明祭祖，念佛系念法会之期，特请三生登柱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念佛事。乃尔王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南无
Yeah.
Thank you.
昆明只在牧群，圣卢氏已经送等纪念弥陀三世佛事，子如不设正修，今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将尽迟迟四色花。Thank you.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炎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所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镜光本净，诸体皆本，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炎然也。故诸佛于炎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此乃生无自性。
无生亦无自性，故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智乃一体而一明也。甚如是，得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何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欲证明。Thank you.
Thank you.
人人混算，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然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细念敬业道场，应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苏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方为先灵中华民族万姓先祖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望，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偶过则妄言其余，两舌二口，一二则长期贪嗔，生生痴爱，由此三业都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施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此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前平花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仙灵，至心忏悔花愿。
Oh.
上来忏悔花愿已尽，天顶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当初不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六八大慈大悲深受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尽则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尽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调信为事随心示现，感应道交究竟归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先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因此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功德主勤起。Thank you.
七拜七拜七问序。阿弥陀佛。恭送竺法和尚。